各位朋友大家好，这是休息区，没有服务，没有垃圾箱，啥都没有，这是大货车停到这里，看看地上的脚印挺多的，大家可以在这儿休息一下，看看那个雪景，雪景也是不错的。看这个雪原，雪山，伴着白光，这边都是雪啊。大好风光呀！这是亚利桑那的北方。万里雪飘啊！嗨，大家好，这是在亚利桑那的北边大峡谷 Flagstaff， 在这边，因为接着要走很多的很远，都是雪，所以在此在这地方休息一下，也有大 truck 在这边休息 truck。这个没有厕所，也没有那个果皮箱，完全就是一个休息就可以了。看看这大串就来到这边休息了，看看远山，看看近景，看看下面的这种风景。这就是裤子穿的太薄了，穿的短袜，裤子有点太薄了，留下脚印一串串，不要想我，我很冷啊，好冷啊，好冷。